欸，小心电线杆。太抓了哦！那三个卖家背景，一个东西爆炸，靠背。太抓了哦！出事了吗？靠背。对呀，三个卖家背景，一个东西爆掉。我们教练会开个战局吗？还是不要？等一下，我们出来就有一个战局。哎，睡哎，睡啊，有哎。有无人死亡狗屁呀、啊！很爆炸哦，好小、啊，加十万的，赚到赚到，抱起啊抱起，抱起抱起，探丢探丢。微笑的，哎、欸，换我了。我、哦、开个电风，我还六十。不要打这个，我们的下楼梯都有问题。啊，我想到了。怎么会啊？没人在跟你伪装的，我们早知道一开始就走对了，算一个教训。哼，看，我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？所以之后遇到 bug 就走这样。对，遇到 bug 就走这样，只是要避开、啊。那不是真的鬼懂？靠背。那坐左边的人要哎、欸，坐右边的人要先让坐左边的人下车。是不是喜欢跳车？好，打了就算了。拜托，我们开劳斯莱斯抢劫。嗯、哎。What？ 等等，你不要上！哎、欸，我靠！刚发生什么事？嗯，啊，我怎么上去？不是啊！小偷在医院看到奇怪的东西。